我和我喜欢的人之间，不管有多大的距离，负责走完那段距离的人，一定是我。这个会做饭的男人果然是很有魅力，好帅哦！帅，来喽！来，大家尝一下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不知道手艺退步没有？啊，还真不错。嗯，来，周律师，我来帮你夹一块。谢谢王总。哎，王总，我上手了啊。嗯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块你先。哎，你先来，你先吃。哎，这么客气啊。嗯嗯，哎，好吃哎，这个米其林这个几星是？三星。三星。嗯，绝对米其林三星，都尝一尝，都尝一尝，很好吃。嗯，要不我们别光顾着吃了吧，我们玩点游戏怎么样？好啊。可以啊，什么呀？你零零后，你这样，你带着我们这帮老年人，你都玩什么，我们就玩什么。我们零零后敬老，就玩你们会玩的。开始吧。行。周律师，这样吧，我们先定下规则，每个人我们问三个问题。啊？我想想啊，周律师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第二个我来问，周律师，如果你成家了，那么过年的时候你是会跟太太回他们家呢，还是让太太跟你一起留在这儿呢？万年老梗啊，老梗吧，经典，别说。其实不论对方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地方，统统接过来到上海。哦，第三个问题还有的，如果你的老婆和你妈妈一块掉到河里了，你救谁啊？哎呦，又来了！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其实我爱莫能助，因为我本身自己也不会游泳。我都不救啊！哎呦，接下来一个问题呢？我这一轮其实已经结束了，三个问题对吗？嗯。谢谢赵总提供了两个不错的问题，没想到赵总真的是安生八卦担当啊！不敢不敢，敬你。再接着转吧。好了好了，继续啊，下一轮。王总。啊？王总啊，我来问。第一个问题，王总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有。谁啊？哎，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如果王总要追这个人，然后呢，他不同意，那么王总会继续追吗？当然。第三个问题，王总，如果你追求这个人已经追到手了，但是你们俩之间差距因为太大，你会不会从你这个层面上把这种差距缩小呢？啊，当然，你如果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关系，王总可以自饮一杯。看来关心个人问题的不光是赵强庆一个人啊。哎，玩游戏嘛，就是得刺激才行，就越狠越……钟声说的对，玩游戏嘛。就要守规矩。我和我喜欢的人之间，不管有多大的距离，负责走完那段距离的人，一定是我。这个答案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吗，周律师？王总，